什么叫训练有素？什么叫做反应迅速？下面这两位浙江的交警同志就做出了很好的诠释。 哎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啊，不是电影，是这个浙江宁波余姚市一个路口监控拍下的画面。当天下午呢，一辆消防车紧急出警，当时啊，路面车辆不少，在拥挤的车流当中，消防车不断鸣笛行驶缓慢。紧急关头，正在路口执勤的两名交警铁骑心领神会，两个人呢先是神同步掉头紧跟消防车，两辆铁骑又同时拉响警笛，一路当先神同步为消防车开道。 根据这个消防车上的摄像头拍摄的画面显示呢，道路比较狭窄，路上的车辆比较多，两名铁骑队员呢就在道路中间的一边行驶，一边示意提醒司机让行。在铁骑队员的一路开道护送下，30个路口17公里的路程，他们硬是节省了近10分钟，使得消防车快速到达了火灾现场。完成救火任务之后呢，消防救援站也为两名铁骑队员点赞，谢谢你们的护航，我们才能及时控制了损失啊。嗯，在这儿呢，我们也要给两位交警同志点个。 赞啊！两辆摩托车的神同步转弯太帅了。是啊，但是如果路上恰好没有交警护航呢？遇到这种特殊车辆执行任务，及时礼让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。嗯，那在这儿呢，让路方法我们来掌握一下哈。比如说，在拥挤的车流当中，用45度让路法，两条车道上的车呢，同时向相反方向斜向避让45度，或者在等待红灯的时候，在保证行人安全的前提下，依次驶过停止线后。 靠右侧停下，让行特种车辆。没错，一个小小的操作，让出的可能就是一条生命的通道。嗯。